各位豆粉们，你们好！不论你是红豆、绿豆、大红豆，我们会是让你的青春豆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讲关于麸质，因为有太多网友在下面敲碗，希望我们能够 share 关于麸质饮食皮肤科医生的看法。Shout out to 那个陈皮医师，他是 gluten free 的邪教教主。你不要这样讲，永戴者。没有啊，我是因为我要下一注药，我要说我是脱皮邪教教主。他的文章我也会看，会有一些 impact。除了研究这些什么皮肤的事情之外，我一直在研究就长生不老。长生不老，所以就是那个什么升糖啊，然后断食啊，戒糖啊，戒奶啊，然后戒麸，然后我都已经不吃肉，我当然有什么东西好吃啊？我没有东西好吃啊！我曾经有一天想说，好，我不要吃面包，真的太难太难了，就算了啦。因为所有调味料里面都有可能麸质啊，真的戒酱油就是一个大困难。酱油有麸质，调味料都麸质啊？为什么？可能要去分析一下。好了，下面网友跟我们讲说，为什么酱油里面有麸质？我们的观众一定都知道。好，陈皮医师他在他的 FB 上面是讲五成戒奶，所以奶还是最重要。然后，如果真的在没效，他就是剩下一成跟麸质有关。但是因为他自己是对麸质是过敏的，我相信一定是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现在讲就是说，什么是无麸质饮食？麸质它其实就是英文的 gluten， 它其实是一种蛋白质。protein 它是存在在小麦、大麦、黑麦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谷类当中。有一个 disease 叫 celiac disease， 乳糜泻。一定要避免麸质的就是大概有这个病。这些乳糜泻的病人们呢，他对 gluten 是很敏感，就是例如说，好，我们今天吃进这个 gluten 之后呢，我们的肠道对它产生一个很重大的免疫攻击反应。这个肠道它是一个铜墙铁壁，它不能让任何东西去释放出来，这个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它就溢出来了，是从应该有的铜墙铁壁的肠道里面它就跑出来了，它有可能引起一个全身性的发炎反应，我们会脑雾啊，然后身体关节啊也会痛。你今天你是 gluten sensitive 的话，就是那个皮肤会起一些白巨的小水泡，关节处，然后膝盖、屁股上面。我们每一天都在看皮肤病的，你知道湿疹有多少吗？然后干癣有多少吗？就是我们每一天看的病人里面就是通通都是这些病，就算没有麸质不耐，可能也会出现的。对，然后你今天你这一篇文章，它会被另外一个 marketing 的人对影射，就是说它有可能会是麸质不耐。它是倒过来，麸质不耐那些人有这些症状，商人拿来倒过来讲，倒果为因。然后就引起社会大众的恐慌。我相信真的有，他真的是对麸质不耐。但是并不是所有哦，我今天就是皮肤痒啊，皮肤长痘痘啦，长干癣啦，我就是麸质不耐。所以如果你今天你不是一个医疗专员，你看这些文章，你要很仔细的去想这个因果关系。美国统计说，但是有 6% 的人，他们其实不是有确切的基因的问题，他其实就是gluten。intolerance， 所以有 6% 这么多。美国 USA 的统计是 6%。你有知道有台湾的吗？找不到。就是这些公卫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它的研究是非常少。就是吃了 gluten 一样会有这些肠胃道的症状、脑雾啦、关节啊等等的不舒服，但是它其实没有体内的 antibody， 甚至是肠胃道的一些切片的一些病理的病灶。但是这些人他其实也是会受惠于gluten free 的一些 diet。 对，我看过好几本书，其实都有讲到，就是关于你不吃麸质，然后你的酒糟啊，好，然后你的痘痘会减少，比较不会有那个脑雾的情形。因为麸质到底跟痘痘有没有关系，其实目前还找不到太多明确的 paper。但是跟奶制品，这是真的，跟奶制品是一定有关系。因为今天早上我还在看 gluten and acne， 然后打那个 Netline， 然后 NCBI， 然后我就真的找不出来，所以就意思就是说，到底有没有关联？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人做这样子的研究。但是呢，一定有存在一群病人，他是对麸质是过敏的，所以他会引起一些痘痘反应。那你们现在看到的文章或是看到的 YouTube， 是那一个人他可能真的对麸质是过敏的，所以他今天戒了麸质之后，他的痘痘或是他的皮肤症状好了，或是他真的变得比较没有脑雾了。但不代表就是说你也对麸质过敏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今天你真的怀疑，你去问了很多家诊所，他也没有办法去抽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antibody 的话，那你自己试试看啦。一个月你不要吃麸质的饮食， provided 你不要 go crazy， 可以去试着做这一件事情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试了一个月，然后整个生活大乱，你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，那你就不要这样做，那你就是还是回去吃你的面、你的水。
水饺。我们刚才说的那些麸质不耐症的那个盛行率比较高，到底自己是不是属于麸质不耐症呢？其实有一个诊断标准的，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可能会有那个麸质不耐症，他会要你先连续吃至少一个月的麸质饮食，就是 keep normal， 就是都吃一般的饮食。之后呢，他会帮你抽血，抽很难的一些 antibody。真的，真的有这种东西，好酷。就这些了 ，DGP A。AMA, oh, endomy. OK, OK. 抽完之后呢，他就会请你开始一个月戒麸质饮食，然后同时在这一个月当中，你要去记录说你原本身体的不舒服在戒麸质当中有减少，就会再叫你重新再吃一个月含麸质饮食。那在这一个月当中，你再记录说你原本改善的症状有哪一些是又复发的，那如此才能确定说到底那些症状是跟麸质有关还是无关？就是其实是有一些 antibody 可以测的。对，我来评估一下，看我们可不可以测这些。但是我相信它一定、那個、超贵，一定超贵，5000以上。那我们讲的都是基因遗传，生下来就注定。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并不属于这个基因注定对 gluten sensitive 的人。大家会觉得说戒麸质之后好像皮肤变好，或是痘痘变好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麸质因为存在太多东西了，面粉啊、酱油、调味料啦、意大利面啊，你把这些戒掉的同时，比如说你戒掉意大利面，你做了低升糖的事情啦，对啊，所以同时你又戒了很多的那种高升糖指数或高油炸的食物，所以同时当然一直会变好，所以这也难怪说找不到一些gluten 跟痘痘的 paper， 因为其实太难了。饮食上要做到真的是科学，有科学证实的这些研究，我觉得真的对，说得好。你知道好，我今天我痘痘很严重，然后我今天听到戒麸有帮助，纵使你今天并没有办法完全戒麸质，真的就光靠这个想这一件事情，你就一直告诉自己我没有吃麸质，我没有吃，你痘痘就会改善。不可能冥想。来，这个东西叫什么你知道吗？ placebo effect。 对不对？我是觉得应该是潜意识，你在生活当中你就会更注意饮食，注意饮食痘痘就会好。我们不是常读那个这种东西吗？它一定要有一个对照组嘛，对照组叫做安慰剂，然后另外一个叫做那个药。从小到大我在那边看那个 paper， 我就想说 placebo 也有 20%， 也有20啊。那你今天你这个药虽然40，那真有20啊。我每次都想说就是这个到底在干嘛，光是这个安慰剂这件事情这个都会有效。我认为麸质是真的，我也跟小孩子同样一个想法，就是麸质真的太 anywhere， it's everywhere。 现在有太多的这种 popular diet， 有一派的人就是说吃生酮饮食，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说我要吃低糖饮食，然后另外一派就是说我要吃无麸质饮食，然后现在我们两个皮肤科医生我们就说无奶饮食。这些东西它后面到底有没有科学证据啊？对于身体健康，我是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，对你的身体，你是真的很认真的去听你身体的一些反应，然后你在中间得到一些好处，但是不要把自己搞得像疯子一样，你先去试。你如果你真的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有影响，照着这样子做，要不然真的会搞得这样子家庭革命、天下大乱这样子。喜欢我们录这些教育短片的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并按 lik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拜拜。